这是一款适合光伏行业太阳能板焊接检测的 X 射线检测设备 lnline 8，它可以实现对太阳能板多点焊点时效分析，配置兼容性强和功能齐全的测量软件，对被测对象进行自动测量和自动判断，并显示判断结果界面，使设备可以轻松跳出不良品。 lnline 8实现对整块多点焊接全自动检测，与上下游物料线对接，从焊接机物流线流出，经过检测后自动流入灌胶机，实现自动检测并对 NG 品自动分拣 ，OK 品自动流出功能。软件界面人性化，一键唤醒及故障排除。焊点的检测图片和检测数据一起保存，可在软件界面中一起显示。 方便随时查看分析，被具备安全护锁和多重防护功能，机身表面任何部件均满足国家安全辐射标准。看下检测呈现的图片。